这一段经文就是礼敬三宝，礼敬三宝啊，这叫四弘四愿。这四愿在一切经上、大乘经典都具足。什么是？在你这个什么叫自心呢？后头要详细讲，我大概说是，自心要达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。没有能力的我，也没所理的三宝跟菩萨。比丈菩萨教我们这样的众生叫自心，这叫无作四弘四愿。无作无愿，愿里头就是愿即无愿，无作作即无作，作即无作呢，心里不要执着。所以先让你自心，自心就是一切都放下，一点执着都没有，你才能达到心遍十方啊！不然怎能心遍十方呢？我们这个心执着得很呢、啊。所以你一进禅时呢，就要放下。对，因为我们都用观察轮相，听来好像是很简单似的。你用沾沙轮相，沾沙轮相前边有个一归啊，这个一归就是礼敬三宝。礼敬三宝不是一个一尊两尊，无量无边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的一切佛宝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皆法宝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皆神宝。而且要清净的供养，这两个字很难呐、啊。清净啊，心里头没有其他的杂念。要么坚持努尔的做这么一次，容易呀、啊，我们可能做得到。要是持久，可就不能了。你进禅时，从你早晨到晚上，都能这个心吗？都能不打妄想吗？都能礼敬三宝吗？我检查我自己做不到啊！我想我们这里都有大心菩萨可能做得到，这不是容易说话发心容易啊，容蒙心发得起来。忏悔业障一听很激动，发得起来，持久心可就不容易了。那么办一天，我可以什么都放得下，坚持，啊。第二天呢？第三天呢？说容蒙心好发，持久心难生啊。说为什么拜忏就是头三天？你这个沾茶轮用起来啊，是混乱的，简直不相应，因为你心还没定下来。我们沾茶轮得自心呐、啊，不是像我到挂摊上，我给你几个钱你给我打一挂就行了，我没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嗯，咱们经常道友们，我看我们道友都发过菩提心，都发过菩提心。发心容易啊，要你满你的心，你可就难了。慈心、悲心、大悲心，三心都具足了，才叫发菩提心呐、啊。我想我们诸位的有很多都受过菩萨戒的，都是大道心菩萨。我讲个故事吧。舍利弗的故事啊，舍利弗他想发菩提心，舍弃声闻发菩提心，
要度众生。他这一发大心，第四天的地主，就是咱们所说玉皇大帝吧，那是菩萨化身的，不是一般的第四天呐、啊。那他这舍利弗在人间一发菩提心的时候，第四天就来考验他来了。第四天就在路边等着他，舍利弗发了菩提心了，第四天就画个贫苦的女孩在路边等着，就哭。舍利弗刚发菩提心，看见一个这个警戒线前，他就问这小女儿：“他说你哭什么呢？我可不可以帮助你啊？”那小女孩说：“你帮助不了我。”他说：“我有能力能帮助你。你说你需要什么吧？”他说：“我妈妈呀，害病了，要死了。医生给开了副药，这副药啊，药都很好买，药引子难找。”小的问他：“要什么药引子？”他要活人的眼睛。那舍利弗就听着就考虑到了，说我刚发菩提心，就遇见这个来，现实警戒相就来了。想了一想，对，满足他的愿，挖一个眼睛就给他了。那小女孩说：“错了，你挖错了，我要的是左眼，你挖的是右眼，不行的了。”那舍利弗就说：“你咋不早说呢？”啊，已经就有点不，那个愿力就有点欠缺了。想了一下子，好，反正我有天眼，没关系，就把两个眼睛都挖给他，就挖了。我小女孩拿来一闻呢，哎呀，芳腥臭，怎么能入药？啪就给跺地下，还踩一脚。舍利弗说：“大心难发呀，刚一发菩提就遇到这么境界，两个眼睛都挖去了，完了还没埋怨。第四天就要了，你的眼睛我还给你，菩提心不是你所能发的。”大家听这故事做什么感想？感想？现在我们发了菩提心，我想我们道友都发菩提心。没有人跟我们要眼睛，也没人跟我们要鼻子，为什么？我还没到那个境界下。知道你是虚妄的，如果你假以拜忏，证实你发菩提心，加地藏菩萨加持你发道心。这里十方三宝礼完了，礼十方诸佛礼完了，那就尽你的力量吧，随其所有，香也好，花也好，随你自己力量供养诸佛，这叫修供养。礼敬三宝完了要修供养，供养呢还是供养三宝，修供养也修养完了，这供养随意的啊，顶好用惯想惯养，大力的供养，你不要这么几朵花啊，买点水果，啊，因为要法供养，法供养是说心，你用心的愿力去供养，对，我跟很多道友讲过，当你早前要供养诸佛的时候。你坐那儿的静心。